智慧、慈悲、勇气是人类所公认的三大道德品质。孔子这句话是古老声音所发出的即时信息，在现在社会混淆我们正当行为规则的时刻，这位可敬的大师提供了一些指导。智慧来自于放下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，慈悲是为众生终结苦难的慈悲心愿，勇气帮助我们克服恐惧，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聪明和富有同情心。一句仁慈的词表达了勇敢的智慧。